真的很像。恐怖咖，哪里有迪卡？你确定没有泰国的血？有一点吗？全部鸡眼。进来的点是对的哈，对的，好好，对不起，再一次好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刚就是多怎么了？多弹了，卡住了。间奏只有一半，没事。啊，总副歌后半。好，后半吗？不是后半吧？I'm sorry, I'm sorry. 你们先练，你们先练。好，好来。Thank you.
弦不对，和弦要转嘛。这段的和弦，就是应该是 D 吧 ，D 进来吧。世界感觉我为主发光。D A D A D D 二三四 A 二三四 D 二三四 A 二三四 D 二三四 Seventh My 二三四一二三，对不对？对吧？要写吗？把它写起来好了。他是有唱歌的吗？有唱歌词的吗？没有没有哦，就是尾奏啦哈，他是尾奏对不对？不是尾奏。我为主发光。哎，主任，这是不是这个？这个 D A D A D， 对啊，这个，因为这个 key 不一样，所以是小这个，所以他就是为主发光。好、哦，再一次吧。副歌后半，再一次吧。后半哈。小心哦！这个时候都是最可爱。好的，我们从那个把尾句后段的后半再接尾句。等等，你们现在要从头吗？还是要走后段吧？后段。好，最后一次副歌后半照 ending 哈。好。对。我们的誓言，全力的宣扬，同心高举全能君王的荣耀彰显，让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让世界看见。
那边有贝斯要弹吗？怎么了？不弹。好、啊。哦，你们要从头走一次吗？哦哟。哦，好好。怎么没做呢？好了，我们从乐世界好看见，好，最后的。只会讲恐怖卡。再一次吗？乐世界好了，还是要后段。啊，我们从副歌后半。后，会不会 ？OK。哎，多走一些，没关系。全地都宣扬，有你的歌声，一生一切索取，让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让世界看见我为主发光，我为主发光。要从头走一次吗？好好，你就从头走一次喽。我先去念。然后，等，让我讲一下，对不起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就这首歌是这样，我们礼拜天早上的流程，第一个开场是亚萨诗班，所以他们唱完哈利路亚以后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然后就大家拍手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再。然后就要下这首歌了，然后所以我们应该是从慧芬姐，我们应该是从旁边走进来了。好 ，OK， 可以吗？就让大家知道一下，就以免明天就是太错愕这样，也不至于太错愕。好 ，OK 啊，你就这样子，来吧。Thank you.
全能。